我站住！平时我都给你站住！哎，你老东西，你往哪儿躲？你往哪儿躲？你躲哪儿去？你咋的了吗？这不这不给人送礼物吗？给送急眼了。什么送急眼了？啊，就这礼物是你送给我的啊？咋的？你不喜欢？我喜欢不喜欢再说。这么艰巨的任务，我能完成吗？我怎么了？不是什么？怎么了？不是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什么任务能完不成啊？我看看，我看看咱俩给咱妈写的，我看一下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还红色，还粉红色。你别拦着了。哎呀，还有啥见不得人的事儿是咋的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丝袜我妈得咋穿呢？我咋说跟我颜色一样样的？那我看看。啊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我的爸爸呀！你这任务也太宏伟了吧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看看什么玩意儿啊？我的岳母啊！我的岳母，你这个目标也太艰巨了。受不了。我的爸爸呀，你这目标这也太前卫了吧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我丢死人了！老哎呦，我跟你说，你们这代人，我都赶不上潮流啊！什么？我看看，你看看，亲爱的，希望我们在粉红色的浪漫中再拥有一个狗宝宝。哎目标吗？是，这弄岔吧了这事儿啊。嗯，那个妈，您别生气，情况是这样的，我爸他弄岔吧了。这个是我给大米送的礼物，刚才我爸一着急啊，还得给拿走了。啊？不是说你给写那玩意儿，你咋没告诉我？我就说你拿着不合适，你让妈受了刺激了不行吗？刚子，哎，我觉得这粉红色的丝袜。比那项链好。妈，大姐能好好说话不？哎哎哎，赵刚子啊，我发现过了个年，你很浪啊你很浪漫呀、啊。我大姐夫，哎，我觉得你在我的心目中的形象蹭一下子又变了。看变你大姐夫变形金刚啊？你也太浪漫了，人家没准备好。哎呀，哎呀。